最近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肖战的 TODS 秋冬大片，甚至登上了央视。肖战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令人钦佩，实在是非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央视对肖战给予了高度评价，称其充满君子之气，能够激励人心。肖战的舞台表现引爆全场，这就是他无与伦比的魅力。据悉，肖战的2024秋冬大片在央视上亮相，官方还分享了他的经典舞台，称赞他能够点燃全场气氛，体现了他作为正能量偶像的强大气场，令人无法抵挡。肖战本身就具备卓越的气质，是值得信赖的优质偶像。多年来，他始终保持着出色的身材和状态，展现出自律与努力，实至名归。从粉丝的反应来看，大家对肖战的秋冬大片登上央视感到非常兴奋，纷纷表达了感激之情。如今的肖战已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，特别是北京卫视、央视等平台持续聚焦于他，俨然成为他的铁杆粉丝。总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肖战作为全能型艺人，将不断推出更多优秀作品，这正是他的初心。目前肖战主演的新电影《德贤景致》已进入尾声，相信很快就会杀青，没有人能够阻挡肖战前进的脚步，未来的他必将更加出色，经典作品也将源源不断。肖战燃爆全场，非凡卓越。